大家好，我是龙轩。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我拼了。为什么说拼了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，不知道可能前面的人可以看得到，看到我的腿。哇，算细对不对？大家猜一下我几公斤好吗？为什么我说我拼了？大家猜一下我几公斤吗？看看腿就好，看腿就好。我今天应该带一大包糖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有70公斤。但是你看腿的话，应该看不出来我有这么重。而且这不是重点，70公斤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是从92公斤瘦下来的。所以92公斤、70公斤的腿可以这样，所以就要分享什么精油。因为我用精油大概20几年了，所以我20几岁就用精油，所以不小心又透露年龄了，对不对？我今年54岁。那个精油我用20几年了，那以前在外面坊间的精油基本上来说，一瓶没有大概1200、1500以上，我是不会用的。我是不会用的，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纯度上面我会有一点质疑。那因为我有到澳洲去学过精油，所以怎么样的那个精油在使用上面我其实还蛮严格的要求，所以不是我要用的那个精油品牌我是不会随便乱用。可是自从就是美乐家有了精油以后，我告诉你随便用。因为那个我们的 Frank 真的是佛心来着，就是品质又好，然后真的是太便宜了。我光讲玫瑰一瓶有没有，外面一瓶没有2-3万你不要用，绝对不能用。可是我们的玫瑰一瓶多少钱？2-3千而已。对，好，那我要分享的是瘦腿的精油，就是用生姜，因为生姜可以促进你的代谢，然后再来就是葡萄柚可以消你的水，然后再来就是迷迭香。迷迭香呢，就是如果你有运动后酸痛，那迷迭香是一个很好的精油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你用天竺葵或者是雪松，大概用这3-4种精油，然后调我们的按摩油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基底油。那调了以后呢，我几乎是每天，不然就是2天，然后会就是用那个像刮痧板啊，或者是我大部分都用那个小碟子，就是我们那个酱油的那个酱油碟子有没有？因为那个比较好拿，而且比较厚，那我就会从下面腿整只腿就这样一直刮到大腿上面来，好，就用这样子，你马上刮马上就会有效。真的，这个配方你马上刮马上就会有效。那跟大家分享，那可以回去如果你再说你的腿不够漂亮的话，你就真的去刮几个月，保证你的腿一定可以美美的。谢谢。